中山先生说了一句话，要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。我跟台湾的媒体朋友说，我在这边正式宣布，我不会去追求又去选什么，我们要做大事。什么是大事？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我们两岸的和平统一才是我们共同的大事。我们一起共同为这个来携手共进，来完成这个理想。